像。两位少年请准备。新年新年啊。什么？加油加油啊。棒，对了，重新开始。这个是不是没有时间限制的？用时最短的获胜。你是不是可以慢一点？别别别，不行，碰啊，用手碰就不行了。你们两个亲密一点吧。掉了没有抵抗，返回起点，重新开始来。我掉了，两个人顶。你们两个把那个球往上夹一点不就好了吗？他出来能出来到哪儿去？在这儿。哎呦我的妈呀，来，一二三走，加油。掉了这样算不算？你想着，你想着招，我真的是慢点慢点。 OK 可以现在来跳绳，这是我都没有碰到那个球。来，一二，来，一二三。 OK 幸运衣服用脸啊，什么一半以上都是用肩膀夹的。我的衣服还反驳哎，露肉的。快我们是用不如果在这里掉了就精彩了。快护卫五个小饼干呢。我不会用这只手。对，护卫五个怎么夹？你先吃了。不要急，不要左手能问吗？夹好吃吗？放音乐你还考虑我们音乐等会儿他们是不是不上筷子？吃五个就行啊。感觉他们饿了。几个了？五个。第五个了。 OK 快上足不行，返回终点。冷静，月月你要冷静。加油。我的加油。等一下，你们两个说好的脸呢？冷静。如果在这里独木桥断了，你们要重新开始的哦。不，掉了！别着急，最后一。感觉半身。半身没。怎么没到？冷静，侯爷，冷静，侯爷。啊！天哪，厉害的。第一组的成绩还不错，来，让我们看看第二组的。来，多少啊？他们算了，不要告诉我，我不要有压力。好吧，第一组的成绩是2分30秒。来，两位少年，我们先上那个沙发上坐一会儿。我说一会儿开始，你们再上网来。